一进入七月呢，所有的蔬菜都开始生长得非常的迅速了。那西红柿呢，在一开始生长的时候呢，就要每个星期去给它打一下那个侧枝，也叫做 sucker。那现在这个阶段呢，这个 sucker 倒是不怎么好长了，因为这个西红柿开始不断的膨大，各种营养呢都开始供给西红柿结果了。但是呢，这个西红柿，我还是觉得对它进行一下蔬果会更好一些。就是这个西红柿花花落了之后呢，你可以看到有一些花它其实是没有授粉成功的，或者呢就是跟同一个位置的这个其他西红柿比，它是非常小的。我这边呢就会直接把这个花枯萎的这个花剪掉，或者小果子把它剪掉。再来看一下这个甜瓜，这甜瓜也是长得特别特别的密集了。原本呢，我还想把它们搭到架子上去的，后来就是它结的瓜太多了，现在也来不及了。而且呢，这个长得到处都是侧枝和这个紫蔓啊、孙蔓呐，所以呢，今年我就找了一个比较适合懒人的这样的一个修剪方式哈。大家如果觉得有兴趣的话，明年的时候可以试一下。之前呢，我们是说这个甜瓜可能留个五六片叶之后打顶，然后留紫蔓和孙蔓，然后紫蔓、孙蔓再留这个五六片叶再去打顶，这样留瓜嘛。但是你会发现，如果不是立体种植往上走的话，你其实很难分清这个孙蔓、紫蔓、主蔓，因为它到处长。所以呢，我现在就是一个星期我就打顶一次，见着顶我就打。然后呢，要往下看一下哈，就是要确保它下面已经结瓜了。因为这个蔓你还是能找到这个头的，这个头其实非常好找，因为它都会支棱在整个的这个所有乱七八糟的蔓的外面。只不过呢，你很难分清楚它到底是什么蔓，它是孙蔓还是紫蔓还是主蔓，可能已经看不太清楚了。所以呢，就是这样子。你比如说，你看到这个支棱出来这个头，你就把它拎起来，拎起来之后往下看。下面的话呢，因为我这边我是非常确定我主蔓全部打顶了，因为主蔓刚长主蔓的时候，它还没有这么的茂盛哈，很容易分得清。所以这个支棱出来的现在要么是紫蔓，要么就是孙蔓。所以呢，不管它是什么蔓，我就把它拎起来，拎起来看一下下面有没有瓜。如果有瓜的话呢，我就往上再留一节儿，然后再留一片叶，然后把这个顶打掉。这个动作呢，可以每周去重复。这个瓜其实长得是挺快的，然后这样呢，你就不分留几片叶了，反正它只要结了瓜，你就把那个顶打掉，然后留下面那个瓜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觉得产量应该也还是不错的吧。回头秋天收瓜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。然后呢，收了23条这个超级大黄瓜之后呢，我这个黄瓜的藤蔓也已经长到顶了。这样呢，就能看出来用这种网子的弊端了。这网子当年挂的时候可是真好挂，就是挂四个角，然后就完了。但是呢，等到落蔓的时候，就会发现这个问题了。因为呢，这个黄瓜藤蔓它其实在生长的时候，它是穿梭在每一个这个网格中间的。来来回回，所以呢，落蔓的时候，就很难去把它就是穿回来，然后去操作，很容易折掉。所以呢，我这边今年就考虑了一下，想了一个别的办法。那落蔓的时候呢，首先就是要把下面的这些老叶子打掉。我这个打的是比较狠哈，就是从地面往上，从它生长的那个地面往上，不是我脚踩的这个地面哈。从它生长的地面往上半米之内，所有的叶子，不管它是不是老叶，全部都拿掉了。然后呢，这个黄瓜也长出了一些侧枝，所有的侧枝也把它全部打掉了。而且与此同时，还看到了一些就是在根部侧枝上或者是主枝上长出来的那种小黄瓜，很小很小，那些黄瓜也全部都打掉了。这个清理的时候要清理的稍微狠一些。不然的话，等将来落蔓之后，一则是它这个叶子比较密集，容易得白粉病；另外呢，就是下面的那个瓜，因为它落到地上去了嘛，它也长不好。那因为这个枝蔓就卡在这个网子里了，所以我就没有这样落蔓，而是把顶上的那个让它挂下来，挂下来之后再以 U 型的方式重新爬上这个架子。
然后我们看看这样的这个露伴形式可不可以？如果不好操作的话呢，明年我大概还是会用绳子来种这个黄瓜的。苦瓜呢也快要开始丰收了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视频，欢迎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。下一期视频呢，我们来分享秋季育苗。